爸吗？爸爸从哪儿回来呀？背这么大个包啊？这是我放在营里边的东西，今天顺手拿回来了。是吗？吃饭了吗？你这个当家长的不回来，我们哪敢吃饭呢？是不是？赶快吃饭，吃完饭不想早点休息，今天有点不舒服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儿子，快快快，爸爸生病病呢，爸爸生病，哎呦，妈可弄不动你了。大鹏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心神不宁的。我能有什么事？那就赶紧洗手吃饭吧，啊！你不是累了吗？吃完了早点休息。哥，那天我看见嫂子在炉膛子里把布娃娃烧了以后，我给你孩子的念想就彻底没有了。我把孩子给了你，孩子万一有什么不测，那我石峰就是个罪人。我相信他一旦有了孩子，这一切都会改观的。甜的了，啊！我嘴里没味儿，放了点糖，顺便给你放了点。谢谢啊。我要赶回去开个会，你们几个一定要亲自把教导员送上车。是。好好照顾东流，做到永远不离不弃。是。这是你嫂子给东流的，参谋长，这个我不能收，你必须收下，不然我回去跟你小子没法交谈。
记住我说的话。开往兰州的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，请旅客们抓紧时间上车。但是您这么做，嫂子会埋怨你的。我不在这儿，我觉得您还是今天应该给他打个招呼。别唠叨了，太难受了。儿子，爸爸对不住你啊！你在爸爸眼里，你就是个英雄。咱们石家的男子汉，到了什么地方都是好样的。在车上呢，我把儿子给你带下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把我儿子给你了。小炮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了，知道吧？小炮，天快，给我嫂子，来不及了。明天开始，我们俩再也不要联系了。无论谁向你打听，
你就说不认识我。大炮，我知道你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呀。我师父说话永远是一言九鼎，我今天向你承诺，今天这个孩子就是那梁家的后代，你是他的爸爸，他是你儿子，这个孩子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永远没有关系了。大炮，你给我的太重了，太重了，我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我永远都对不起小云呢。我废话，当初你要不救我，我石峰现在是什么呀？高小云是谁的媳妇儿？就是白扯吧。你等等，这是孩子的生活用品，把这个替我儿子留着，留在他身边，也算我一个念想。大炮，兄弟，不，什么都不说了，秀才，千万别跟我联系啊！一定要把我儿子抚养成人，抚养成一个爷子。走吧。就这样匆匆地分别了，越走越远，我想喊不能喊，或许是冲动后的承诺，或许是真诚下的果敢，不管什么理由，祝你一生平安。多少年记忆无法阻断，年复一年，让我日夜思念，说不明是道义还是无奈，理不清是无私还是血缘，所有的痛苦只为那句誓言。说服自己，奉献是一种享受。